同学们好，我们又来学华语啦，请拿出你们的华语练习。华语练习，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单元三，开心动物园。我们来读一读它的指示，把正确的句子画勾，把正确的句子画勾。我们来读一读这里的句子，海星躺在海底，海星躺在海底，海豚躺在海底，海豚躺在海底。这一个是海星还是海豚？这是海星还是海豚？在正确的句子画勾，把正确的句子画勾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，螃蟹的胡须真长，螃蟹的胡须真长，龙虾的胡须真长，龙虾的胡须真长。这一个是螃蟹还是龙虾？这是螃蟹还是龙虾？在正确的句子后面打勾，在正确的句子后面打勾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题，海马爸爸会生宝宝，海马爸爸会生宝宝，海豚爸爸会生宝宝，海豚爸爸会生宝宝。这是海马还是海豚？这是海马还是海豚？在正确的句子后面打勾，在正确的句子后面打勾。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题，水母在沙滩上爬，水母在沙滩上爬，螃蟹在沙滩上爬，螃蟹在沙滩上爬。这是水母还是螃蟹？这是水母还是螃蟹？在正确的句子后面画勾，在正确的句子后面画勾。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，如果同学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叫爸爸妈妈联系老师。谢谢同学们。